来了，都来了。这边要 C 个回对线，感觉要 W 直接闪现了。现在一鼠是蓄势待发，往前骑马，先把坦克机给撞下来。侧面的话搭配的是定的好哎，不过最后的话点燃也是挂上。这边坦克机直接叫了圣海遨游想走，但最后好像没有打出必动的效果。最后的话凯威最后还是被拿下了首杀，但是从 Berry 想来帮自己的辅助报仇，先从665开始动手，继续的普攻，继续的走 A， 但最后665是存活了下来。这个就是瑞尔的破盾啊，你想要用一那个去挡下路的三打三 ，Unify 开始在耗血了。一宿目前是蠢蠢欲动，已经看到665位置。赵信的话是先目送了665的出手，这边的话进入了暗无当中，反而是反顶把665给顶起来。665赶紧利用了壁咚，但这时候的话是一宿骑马进场，但 Berry 是盯上了对方的一个小精灵，但直接一个守护者裁决把两人给吹飞。但是后续 Berry 来了一个三重爪击，搭配的是凯威的毒蛇，直接舔掉了小金鱼。现在开始继续的追击，继续的进攻，目标是瑞尔。瑞尔上马之后还是要被击倒下马 ，Berry 拿下了两颗击杀。哇，敲的第一先站住了先。除非勾旅人抽奖，但来不及的吧。先把 Berry 给劝退，一个敲，最后是换掉了这条电龙。而侧面的话，虽然说周末之勇有绑到665，但665是完全不怕。OK 啊，哦，叫了玉子想要来直接撞钟。往前一清的话是清到了波比，但中塔已经直接没有。顶上去之后是直接盖了一座塔，但又是守护者裁决把人给敲飞。而且撞完塔他还盖塔。而 Gory 想要操作，但一个 W 技能是限制了他的飞仙。接着的话选择重新的进场，再交闪现出来，侧面还有一个黎明之影，两个瞬间就大打出手。这时候的话，一宿直接骑进来，但 Taco 已经先击杀掉了 Gory。MFT 是拿下了这波的优势，但哈拉比的进场现在是和 Taco 的一个单挑。稍微有所受到限制，而且这个三角草丛会敢走出来吗？死亡转角吗？有些扫眼，但闪现必通，搭配的是苏瑞玛皇帝的晋级，御驾亲征，碰儿拿下了击杀。而且这波的清道其实还蛮关键的，贾科斯起到一个有点夹击的位置，目前是被关给一对一盯防住。瑞尔感觉想开团了，跳下去是遇到了一个 Gory， 不过好像没有目标啊。要开谁？要开谁？自己被打了一套之后掉到了半血，而且反而陷入被夹击的局面。最后往前一开是只有开到了 Berry， 还有一个命运呼唤，先把这个瑞尔给收回去。侧边的话是上路的一个单挑，但这时候的话，其实 Unify 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一个输出限制，怪怪直接击杀掉了 Issue。那辅助倒地之后 ，PSG 这一波准备要来超向风龙。怪怪的，哦，这个暗物。抓人目标是谁？小金鱼是没有进化的，被清到之后要被秒杀。最后的话是进到塔底下，带一个黎明自己的狙击，敲两个。小金鱼是勉强存活，好险有一个守护者裁决。这时候665是顶到了 Unify 也是交出了闪现，然后哈拉比的话是直接开启了飞身走线，还有领域。侧面的话 ，Gory 想要来进场，这边往前打了一个幻域，但是沙皇被盯上了，最后是交出了自己的闪现，来到了墙的后面。卡威顶的真好，这个速度是真的很快了，已经吃掉了一半了。但 Berry 是选择顶进去，画了一个星月无双，把战场给卡开来。但一敲的话，好像是直接把 Berry 给敲走了。Berry 被敲到了老远之外，这边想要来直接进场，后面的话是搭配瑞尔直接控到了三人。但这时候的话，克里斯塔已经被秒了。赵信挺着长枪直接冲到了对方阵型的最深处。但这时候看一下红儿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拯救队伍。最后的话，双方是打成了交换，但贾克斯也是垂掉了三娜。但三甲之内 ，Taco 还想要再来找寻空档，但最终没有机会，是探梗七拿下了一个三连杀。我说六六五走得掉吗？就想要 W 往前，是被清下来的。然后瞬间被命运收回去，但重点是这个位置，当 Issue 踩进了这个龙坑里面，代表他们没有想要就是打团，因为他如果要打团的话，他在点团来做开战啊，反而是他这边直接让对方走进来了，那这样其实这个阵型就散掉了。然后看这边 Berry 是直接捅到了小精灵往前冲，画了一个圈圈、是想要反控啊，但是他被清下来了。但我记得他的第二手控制还是有开到三个，他丢出来然后 R 闪，但这波就没有什么成效，因为当 AD 被秒之后。阿奇尔也被贴上，然后坦克奇再顶，哇，凯威好猛哦！哎呦，哇，又舔，这先舔一个沙皇啊，然后再舔一个，这把是又顶啊，一直顶啊！哦，这把凯威很顶啊，顶到绝顶升天啊！但 Taco 好像有点想法，见面一棒开供，卡尔比叫了一技能往后撤退，他现在是没有点燃的，开了一个领域。这边是有 TP 过来救驾，但 Taco 看起来是杀心已决。不过哈纳比拖了很多的时间，反而在边线的话，直接被 Gory 给清了下来。跳斩还想要再往后走，他身上是有眼睛的吗？目标的话是转向了阿里身上，他是可以来一打二的。球都没刮到哎！这边是完成了反杀 ，Taco 一打二换掉了阿里，还要继续的开扁。再敲一棒，哈纳比完成了一打二，而且顺势 MFT 是拿下了巴龙。这边 Unify 还想要再来守护，凯文是停在正前方，这边想要来赢下这波的团战，但后续的话，红儿已经先插死了 Berry。虽然说凯文很坦，但是所有人是直接掠过了坦肯奇，目标就是 Unify 被锁定的三大，最终只能倒地。塔口是英雄啊！
手，哇，看一下这一波，打到后面的贾克赛是很有力的、啊，所以他这边是冰心同样限制攻速，然后再用他的那个魔力之神元去吃对方的伤害，这边 TP 下来嘛，但这个时间点，甚至是三娜都给一个大绝枪来做支援，但第一个位置这边清出了这个护盾，后面第一个回光没有刮到，第二个 Q 五剑也没刮到，这边刮，后面他给我扭了一下。所以伤害差一点点，反而是他给我技能转好，直接一棒敲死了 Gory。而且打完之后，他是不是有红蓝 buff 啊？没错。然后让那个魔直接回来之后再敲一个。现在 MFP 打算来踏上高地，目标是定 Gory 兵营，一定是定住了 Gory。但 Gory 的话是还有飞仙的，但反而自己扛塔扛到死了。哇，那六六五这边倒地之后 ，PSG 还是想要来上一波反击。海运往前顶出去，反而是沙皇在那边刺杀掉了。侧面的话要看一下贾克斯有没有机会来 carry 团战，但最终的话好像被清了回来。而一组在前方也只能卖掉自己的性命。出大事了！而且小金鱼被吞到了大快朵颐的肚子里面之后 ，PSG 在自家面前完成了四颗人头的反击。那这波又把经济给追了回来。这波姐姐的 Gory 就是走在一个说，我可以被壁咚的位置，但这边直接清下来。这边是这一波。想要往前来打的时候，其实有点来不及了。Gory 画出虚面无双，这时候红人反而是吃到塔，然后又被顶起来。凯威又顶起了阿奇尔，变成阿奇尔这一波被连环 CC 命中之后就没有伤害了，剩一个小金鱼根本不足以突破前面的这三个前排。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凯威这场比赛要不要改个名？两边想要来拼一波终极团战 ，Gory 想要开团，却直接被顶了下来。侧面的话是瑞尔的进场，直接先吸到三个人。不过小金鱼在后面蹦蹦跳跳，一个空杀防壁把人给推开，但哈拉比已经切到了后排，这边直接切到了阿奇尔。然后阿奇尔死去之后，只剩下小金鱼一个人孤身想要来支撑大局，但独木最终没有办法漂浮 ，PSG 直接打败了 MFT 的一波进攻。PSG 前面有提到哈拉比参战，那个吃的速度是很快的。MFT 有没有办法？想要来敲人，但没有视野。拖一下时间，借看一下巴龙血量。锤了一个阿里，先把阿里给敲走。但六六五自己已经快要融化了。这里一个推把人给推下去，六六五进场想要来偷巴龙，但在巴龙进斩杀线之前，自己人已经先死去。最后赵信拿下了巴龙，而凯文开始大举的挺进。侧面的话，先想要来留对方的下路双人线，而此时贾克斯已经先通掉了下路高地。凯文再一个毒蛇，并没有缓到，这里来了一个 W 闪，是盯上了小金鱼。小金鱼还想办法蹦蹦跳跳，稍微再拖点时间。但一转过来，反而是塔口也要陷入被夹击的局面。那这边就是 MFT 两人逃窜，但 MFT 好像走得掉吗？哇，这里克里斯塔已经活不下来了。最后是上辅双人组，想要来逃离凯文的包围，闪现过去的一个控制，想要来控 Gory。不过凯文的话，他是还有大快朵颐的，在 Gory 惊人结束之后，是进到了坦克级的肚子里面。那伊鼠是直接被幻玉给带掉，后续再过来一个哈拉比，前面一打二，但这次想来一打三没有机会 ，Gory 一个闪现化解了塔古的进攻意图。塔古还是……那刚刚其实，在巴龙的交换中 ，MFP 是有拿掉下。哇，那刚刚那个大招就如同虚设了。现在 MFT 必须要进行救急防守，塔口主动跳上去，但是遇到两个人，侧边的话关进场是被挡了下来。但六六五啊，已经知道我这个剪什么意思？侧边的开剪伤害直接爆表，哈拉比又是站出来准备要来 carry PSG。这边是上中的联动，两个单人线把 MFT 给压回温泉。而在另外一边的战场，贾克斯虽然说看似无敌，但已经被打出了 GA。复活之后站起来，但直接被坦克机顶个正着。最终 PSG 在惊涛骇浪之中，还是守住了这场胜利。